这个就是一片树林子，在一片树林子里面开发出来的这么一个房车营地。这个房车营地是比较集中的，也比较小，它总共大概有六七十个车位。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服务中心，比较小，但是呢，对于这个营地来讲也足够用。大概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在这里面提供服务。这是我的营位。这是一个迷你的高尔夫场球场，但是呢，它的设备都很老旧了，有的已经损坏，现在好像都不一定能够使用。这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棚子，周边的那个墙体呢，全是纱窗，用纱做出来的，它应该是一个户外的吃饭的地方。这个是350拖的这么一个第五轮的房车，这个房车超级长，应该在40多尺。这是一个 B 型房车，已经很少能够见到在营地里头有 B 型房车，但是呢，它带了一个随车带了一个小帐篷，里面应该是像是洗澡或者是这个上卫生间的地方。这个是我在这个营地里头见到的最小的房车了，它是一辆 SUV 拖的。这个自行式的房车就很老了，应该在，我估计应该是在70年代，这个车。宿舍是很有意境的，也很舒适。这是另外一个卫生间带洗澡的地方，这个营地里头总共是两个这样的建筑。那在这个营地的旁边呢，有一个小湖，这个湖呢，这个看着也比较原始，这个小的这个湖面上呢都长满了浮萍的草。那大的湖呢还好，大的湖的水面应该是很漂亮的。其实你看这个生态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到处都是鸟叫，水还是比较清澈的。这个湖面还是不小的，这个水也特别的清澈，这个应该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那美国对于木材的这个浪费确实很厉害，像这种很大的树被干倒了之后就扔在地上，就腐烂了慢慢的。那沿着这个湖边的这条小路散步绝对是一个好的地方，大概一周圈下来之后有3公里到5公里的样子。沿着湖往前走，越走越漂亮了，因为旁边有几个这样的分散的这样的小的湖泊，这个旁边的这些东西呢都还比较原始，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比较漂亮。我看到湖的对面有一个 KOA 的牌子，那 KOA 呢也是另外一个营地的品牌。那顺着这个湖边呢长满了这种开着黄花的这个植物，我叫不上名字，就这种成堆的木材随处可见，都被锯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太可惜了。不过美国的就是这个树木的这个资源太丰富了，他们也无所谓。就是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湖边的这个小路往前走，路两边呢也都是这种比较原
识的林子。刚才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遛狗的一个露营的，他告诉我说三天前这边发现了一只鳄鱼，让我们注意一下。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天气有是阴天了，现在呢有一些在逐渐的散去的云，所以蓝天露出来特别漂亮了。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的这种藤蔓就比较多，就是缠着这个树就上去了，各种的鸟叫。这个在营地旁边整理这个场地的这个什么车已经扎到这个水里面来了，出不来了。这个树上长的这个毛子就跟胡子一样。这还不是，这是这个藤蔓。嗯，看旁边这个大树，就是上面长满了树毛。直通营地了，我们走了一圈，大概3公里吧，差不多。这就是我从这个湖边的这条小路拍到的这个营地的整个的这个概况，就这么大。旁边就是连着的这4个湖。营地里头到处是这种小松鼠。现在看来，这个迷你高尔夫的球场还能再用，因为有2个人在正在打球。这个营地5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建筑也比较老旧，但是整体上转下来呢，感觉到舒适度并不差，很好。这是这个营地的小游泳池，但这游泳池已经关闭了，还没有开放，要到4月份才能开放。在这个服务中心发现了一个中国餐馆的广告册页。
这个盈利的天气完全放晴了，就特别漂亮了。